睡一觉起来左眼睛肿了，怎么回事？如问医生特邀专家杜兆江，西安市中心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。我估计这个观众他问的可能是说他的眼睛眼皮儿，也就是眼睑肿了。那如果只是一次偶然的这个水肿，没有关系，可能就是你熬夜了，或者睡前喝水喝多了，这都有可能。这个不用关心，它只要下去了就不管它了。但是如果说是单眼肿了，而且呢还伴有疼痛，伴有红皮肤的发红，那可能呢你得麦粒肿了，这是一种小的眼睑的一个皮下的一个脓肿。这个也没有关系，只要去热敷，一天热敷上三次，每次十五分钟，可能两三天也就下去了。当然很多人是希望点药啊，其实呢对于麦粒肿来说，热敷是最主要的治疗手段，然后点药是就配合的，那就点点左氧氟沙星、妥布霉素、加替沙星等等，这些眼液都可以啊，点个一天点个三到五次就行了，然后配合上热敷，很快就下去了。当然如果说持续不消退的水肿，那可能你就要去查一下你的肾功有没有问题，查一下你的全身病，要排除全身病的这个对局部的影响。